啥事儿，然后死了，办个葬礼啥的，你得随多少钱？这玩意儿还随啥钱呢？直接给你烧就行了呗。啥子不行啊？而且我这个后边我十字路口给你画一个圈，圈旁边留个口，然后先点一摞纸钱撒到外面，打里外鬼，然后紧接着哗就开始传给你那东西一烧，英雄好好花，多的是。对，是这个套路，别省着啊。对对。你再放心，这回的时候买一个10万8万人民币的都行，我肯定愿意。10万8万人民币估计能烧一天。就是你这活的时候没给你花上，你死了还能不让你带走啊？再给你烧一个纸糊的手机，到那头好好做直播。啥？给我手机，我好给你打电话是吧？那里头谁号都有，就没我号。天空中的流星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